看到树葡萄之后做的发想，我觉得树葡萄很有趣的，那个画面很有趣。深红色圆球形状摆在树枝上，一颗颗树葡萄，但别被外观给骗了，切开来里头是法式鸭肝酱抹在酸种面包上，带出独特风味。另一道清蒸五仔鱼旁边还有超拟真石头，内馅是百虾。这道餐最是主厨苏品瑞独创料理。法国菜融入台湾味，餐厅斑驳开业不到一年，首次入榜就顺利摘星。主厨苏品瑞更拿下一生只有一次的年轻主厨奖。求学过程中回家的时候，家里面人会叫我们煮，然后可能爷爷奶奶也吃不太习惯。直到可能爷爷要走之前，他们就问我说：“那真的没有办法做出就是阿公吃得懂的料理吗？”我才认真的，真的很认真的去想说，对啊，阿公阿妈对我那么好，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在学的东西没有办法让他们吃得懂？将来不及让爷爷品尝的遗憾化作料理动力。34岁的苏平瑞有10年的餐饮经验，开平餐饮学校毕业后，先后到澳洲蓝带厨艺学院进修，再到英国、日本米其林三星餐厅跟着法餐师傅学手艺。1年前选择在台湾落脚，不止菜色，就连菜单设计也很用心。菜单的话，我们就是用了我们小时候在玩的东南西北。那打开的话，它其实它就会是有点像是你会看到8个文字，那再往里面翻，它其实会是台北的昭和时期的台北俯瞰的鸟瞰图这样子。那它8个字呢，每一季呢，我们每一季都会选8个单词，那它每一个字都是我们的一道菜。从菜单到店内装潢，飘出浓浓台湾味。餐厅摆盘就像张晕染画，苏品瑞将料理结合对台湾生活的记忆与情感，让自己跟餐厅成了今年米其林最大黑马。记者徐伟成同样与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